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我是北落师门啊。我平常呢哈就喜欢在这个电影电视剧里边啊研究一些这个历史地理方面的细节啊，所以就希望能借着寻迹漫聊这平台呢，呃、啊、多跟大家交流交流啊。今天啊，咱们从这个什么影视作品聊起呢，就说一个今年特别受关注的一个动画电影《姜子牙》。姜子牙这个片儿。 是去年大热的这个《哪吒之魔童降世》的续作啊，也是被各方面都非常看好的一个片儿啊。本来是计划在这个春节期间上映啊，可惜由于这个疫情原因嘛，啊，一直拖到前一阵才上，啊，结果上来之后呢，口碑也很一般啊。前前一阵我看这豆瓣才六点八分啊，只能算是将将及格啊。我上网看大家对这电影的评论啊，这吐槽的点也有不少。 啊，其中有一条就说姜子牙这个形象，因为电影里姜子牙这个形象呢是做成了一个这个中年人的形象，风度翩翩的还有点是神风道骨，跟现代人印象里那姜子牙，就那个白胡子老神仙那形象呢，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啊，一提到姜子牙呢，可能大家马上就会想到几个名词啊，什么吕尚、太公望、姜太公，对吧？这是他几个名字啊。 还有呢，这个姜太公钓鱼啊，白胡子长者、啊，武王伐纣时期的军师，对吧？呃，前几个呢都是他的各种名字，对吧？大家可能就是每次一听这名字都都都搞糊涂，对吧？到底该叫啥呢？咱们呢先把这名字给他捯饬清楚了啊。先秦时期呢，这个人名分这么几部分啊，姓儿啊，氏啊，名，字。 对吧？这几个概念呢，咱们方生老师之前都讲过啊，我这里给大家就简单复习一下。姓儿呢，代表的是整个部落啊，整个大的族群。后来呢，有人单独出去就自立门户啊，就会用这个封地或者居住地的名呢作为自己的氏，啊，这么来区分，所以就有了氏族这个词那么名呢，啊，就是你的名嘛，这没什么好解释的。字儿就是对名的补充。 啊，因为这个男子一般是行冠礼之后才有字儿啊。这个行冠礼就表示你成年了嘛啊，所以字儿呢也是成年人的一个象征。具体到这个姜子牙身上，姜是他的姓儿啊，吕是他的氏，名叫尚，而子牙是他的字儿。啊所以呢，咱们按照这个称呼先秦人名的通用的方式啊，应该是氏加名，也就是应该叫他叫吕尚啊。好了，那名字捋清楚了呢？ 咱们再看看后几条啊，就是姜太公钓鱼啊，白胡子长者啊什么的啊。实际上这些呢，就是吕尚干过的一些事儿了啊。还有他在现代人心里边的这个形象，哎，这当中最有名的就是姜太公钓鱼，啊，吕尚这个作为这个直钩钓鱼创始人啊，赋予了钓鱼格外的含义，是丰富了咱们汉语的词汇啊。钓鱼钓到了周文王，哎，作为这个智谋过人的一位军师啊，他是一位辅佐型人才。 而且呢，他必须得是白胡子长者，毕竟是七十多岁才出山嘛，对吧？最后呢，这吕尚是辅佐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啊，推翻了残暴的商纣王，因公呢被封到了山东半岛，哎、啊，建立了齐国。这就是中国人民印象里的姜子牙。但是历史上的姜子牙真的是这个形象吗？ 啊，我觉得不是哈、啊。相比较而言呢，我倒认为这个动画电影《姜子牙》里边这个中年人的形象，反倒更加接近历史上的姜子牙。对于历史细节的研究呢，一定不能脱离史料啊。我们先来看看这《史记》里边是怎么说的：周西伯，也就是周文王，准备出去打猎啊，就提前的占了一卦。那会儿人不都爱占卦嘛，对吧？说呢。 这次打猎啊，打不到什么虎豹熊皮，反倒能获得霸王之斧。果然，这一趟周西伯遇上了这个七十二岁的姜老爷子。哎，在渭水北岸钓鱼，大 boss 级别的人物呢，一出场就七十多岁了。那你说他钓鱼之前呢，干嘛去了呢？啊，我们看这《史记》怎么说的啊？这吕尚盖长穷困，年老矣。啊，吕尚这穷了一辈子啊，到老也是个穷光蛋。 啊，三国时候这蜀国的一个史学家啊，乔周说过呢，吕望常屠牛于朝歌，卖饮于孟津。啊，在殷商的这个首都朝歌呢，杀过牛，啊，在孟津卖过酒、啊，看起来也属于这个社会底层，对吧？但是周希伯一看到吕尚，哎、啊，就非常高兴，哎、啊，觉得霸王之辅呢，就是这位老爷子。周希伯呢说，他父亲太公说过。 将来会有这个圣人来到周国，我们周国呢就会兴盛。这圣人不就是您吗？啊，武太公望子久矣啊，我爹期待你期待很久了啊，所以呢，就从这句话当中取出三个字称呼吕尚叫太公望，哎，太公望就是这么来的嘛啊，加上姓呢就是姜太公嘛啊。接着周西伯就拜吕尚为师，也就是太师。哎，这就引出一个跟吕尚的形象密切相关的问题，他的官职。 当时的师呢，其实就是军事上的那个师啊，《说文解字》里说呢，师二千五百人为师啊，指挥一个师的军队，那这官职也叫师。而太师呢，简单说就是最大的师嘛啊，也就是说最高的军事统帅，全军总指挥。那从这里也能看出来，吕尚呢其实担任的是武职啊啊。 当然，后来的这个太师成了一个文官啊，就导致咱们后来人就把文官的太师就套到了这个吕尚的头上啊，以为他是一个文官的形象。这一点其实是大错特错的啊。咱们还有更直接的证据能证明这吕尚呢是一个身先士卒的武将，那就是武王伐纣期间，吕尚的这个具体表现。武王伐纣决定性的一个大决战就是牧野之战，《诗经大雅》里有正面描写啊，牧野洋洋。 谈车煌煌，四元邦邦，啊，为师尚父，实为阴阳。两笔武王，四伐大商。会招清明，我就不逐字解释了。关键是这两句：为师尚父，实为阴阳。啊，师尚父，父是尊称啊，师呢就是吕尚的官职，也就是太师嘛。也就是说，太师吕尚先生就好像是这个展翅的雄鹰一般。 阴阳呢，一般来说都是来形容这武将的英姿啊。很明显，吕尚应该是一位在战场上所向无敌的大将，他的形象呢，应当是一位统帅千军万马的帅才，一位身先士卒的将才。也许有朋友会说了，这《诗经》是文学作品嘛，对吧？不能当史料来看。那咱们再看看别的史书嘛。啊，《先秦史籍·逸周书》，哎，也叫《周书》，里边是这么说的：“周车三百五十乘，臣于牧野，地心从。” 武王使上父与百夫治师，《史记》卷四《周本纪》里也有类似的记载啊。说这个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拒武王。武王使师上父与百夫治师，以大足持帝纣师。治师呢，就是单挑。东汉经学家郑玄呢有过解释啊，说古者将战，先使勇力之士犯敌焉。先秦时期打仗呢，先派这个勇士单挑啊，以振奋士气。 那牧野之战的时候呢，就是说武王派师尚父带着一百个人来叫阵单挑，那吕尚肯定在武力值方面得是相当高才行啊，对吧？说明呢他是个武将，不可能是个文官。而且这又牵扯出一个问题，也就是吕尚的年龄。有谁阵前打仗会派一个七老八十的白胡子老爷爷去单挑呢？对吧？这说明呢当时的吕尚啊，顶多是个中年人。 那么所谓的姜太公七十岁钓鱼执法，周文王上钩，实在是没有什么道理啊。咱们还可以再找一点史料来探究一下这吕尚的年龄。根据记载呢，吕尚是死于周康王六年，这一年呢是公元前一零一五年。这个时间节点呢，大体上没有什么争议啊。那么吕尚是哪年出生的呢？周武王灭商是在公元前一零四六年，这是武王继位的第十一年，而吕尚在文王时代就已经为周国效力了。 那么他至少在公元前一零五七年左右，也就是武王继位的时候，就已经是周国的太师了。如果他真的是七十二岁直钩钓鱼啊，考虑到古代咱们是算虚岁嘛，那么咱们往前推七十一年，可知吕尚最晚要在公元前一一二八年出生。咱们刚刚说了啊，吕尚是死于公元前一零一五年嘛，所以他死的时候至少已经是一百一十三岁了啊，真正的年龄只会比这个数更大。 先秦时代那种医疗条件啊，那种生活水平，五六十岁都已经算是长寿老人了哈。姜太公能活一百一十多岁，你信吗？反正我不信啊。所以呢，我估计啊，这吕尚开始为周文王效力的时候，多半呢还是一个二三十岁的青壮年，辅佐武王推翻商朝，被分封到营丘建立齐国的时候，也就是四十岁左右的一个中年人啊，正是这个人生巅峰的时候。 所以我说，这个动画电影《姜子牙》里面的形象是非常准确的。好了，那关于姜子牙的故事呢，其实还有很多呀，哈。不过今天呢，咱们就先讲一个他的这个真实形象啊。关于他其他的内容，咱们后边咱们慢慢的跟大家探讨啊。好了，那么今天的内容呢就到这里，欢迎大家在寻迹讲堂 APP 或者 YouTube 上订阅寻迹漫聊，我是北洛师门，咱们下回再见。